今天蒸汽我就跑了。真的哦。我没有看到。干嘛不去？因为我在上班。我人生很无奈。你要不要怪我文玉哥哥？我今天去台中。对啊，然后台中。听懂哦。就音乐，看听懂他哥这十几张马子。耶、yeah。我是刚刚那时候打台牌，2011年4月29号。瑞邦瑞邦站18:26。还是嘉兴二八，嘉兴二五，嘉兴三零，三节地下室，那超个车，在瑞邦，瑞邦站停好。到下面干嘛？站门多多地我们到，一直刚后面，来自来叫吗？哎，不是47，哎47364，哎48364，应该48364。八斗子发招叫明艳，不是八斗，是八斗子发招叫明艳啊！听懂的那个字。4836。人生今天最难过，你们彰化太过分了。我们彰化内部搞活动。那个是什么？这班是4836。中东。这班是4836吗？对啊，4836。好，谢谢观众。